怎么看中这个了？我看着他，就像看着菜一样。你们是来招特长生的吧？好好比赛就行。我姓罗，体育学院的研究生，也是田径队的助教。我叫段雨成，我是跳高队新来的。能遇到一个跟自己契合的，又能坚持下去的运动员，太不容易了。有些缘分，搞不好那叫孽缘。怎么了？人家进灰了，亲一下。我是真的很喜欢。不能因为人家年轻帅气就放人，这是错误。我要求你对我的成绩有要求。那给我拿个第一回来。知道。 段雨成没能过关，反正你现在这样，既配不上奖牌，也配不上他为你做的努力。遇到一个跳不过的人你就放弃，一场比赛比不过你就放弃。不要有畏惧，王者是从来不会有人让位给你的，是靠自己搏杀而来的。每个运动员都做过相同的梦，拼尽全力也要向全世界证明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 这一路充满了质疑和否定，需要面临无数的痛苦和抉择。接下来大家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项全能的比赛，加油！加油！考验的是极限体能，胡子，也是全能选手最闪耀的高光时刻。我想为你拿全国冠军、世界冠军。 你真的就像一束光一样照进了我的生命。我想成为你的骄傲。